台北捷运的罗州线，即马是免费试坐一个月时间。罗州线对的是目前台北捷运头一条全部拢是双顶柜台门的捷运以外，也阁有列车车班的显示讲即马行到倒位的动态系统。另外，即站内公共结束，同款马龙有大自然的生态。讲对柜台到车头，拢会当看到代表罗州当地生态白灵溪。昔日的三重和芦洲，放眼望去是整片沼泽、沙洲和农圃地，绿意盎然。这温罗州线终点站就是罗州站，过去真侪水鸟伫遮来做水下的自然生态环境，即卖变成了这温站之后公共艺术演出会场。入站会当看到一大把的白灵溪画作，落电扶梯行到月台，冒白灵溪的踪影。白灵溪的意象对罗州站沿线坐车到这个市会中央，咱这个车头的建筑出一口通口，拢会当看到白灵溪。这包是迎风起舞的图，融合着自然景观的意象。除了公共艺术，罗州线嘛首创包豪式的月台，壁面有人设立，另外嘛有动态列车的资讯看板，车伫倒一站拢会显示出来，随着车离站电话嘛自动消失，比较明确吧。其实这样子，会比较小，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小。那时间性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清楚。有民众感觉这个系统异常细，不过坐车时阵会当看到扛棒列车入站的时间，确实有坐车的时间较好掌握。记者张波导。